到达仙山了，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旅行的巧克力。巧克力现在呢是位处于湖北恩施的利川，我们现在正在穿越徒步中，此刻呢是在古川河的一条穿越路线。我们现在，走了一段了，现在要到深潭洞，结果从那下面爬上来，迷路了。找不到那个深潭洞的路口在哪，因为它这里面没有人走，没有道路。那刚刚我的队友给这边老乡打了个电话，爬到山顶才有信号，说是现在下雨天不建议我们去走那一条道，因为路全部被杂草堵上了，而且石板比较滑，比较危险。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现在又要原路返回，再下到谷底，然后再走其他小路，走吧。这个深潭洞那条路非常难以发现，平常不明显，是可以穿越的。可能有两条路，叔叔给我们画了一条路，我以为就是这条路。走吧，走到大路上去。这手绘地图啊，看来这个台阶实在是太滑了，然后七楼哥跟云哥都在这边摔跤了。唉，我还算幸运的。慢慢下吧，数一下一共走过了多少个台阶。50 56 58 59 60，我看你们摔，看你们摔。等一会儿我嘚瑟嘚瑟的自己摔一跤。对啊。摔几次了你？三次了。又该很多人喷我们，是三个人都是小白，这天不拄个登山杖。啊，我不想要啊。穿越深潭洞的路呢，应该是这一条。啊，对，那里有个洞。对吧？嗯，刚刚浪费了那么多体力走那个。这个路不止，谁知道是从这儿进的？这都不像路。哎，哇靠，好深啊！这可不是像那个洞啊，这好深、啊。哇，走吧，闯一把吧。巧克力的性格肯定是穿，对不对？走，有灯，走走试试。走。哇，这哪是呗？探险去。到下面，到下面。找鬼去！我们最后还是准备进入深潭洞，然后在这里呢先吃点东西。七楼哥说的，如果进去万一没命了，要先做个饱死鬼，不要做饿死鬼。对啊，做饿死鬼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。我是一个肉食动物，又让我吃甜的。我要吃肉。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。牛肉，吃饱肉肉才有力气管地球。反正我也没洗手，就这样吧。来，云哥。干什么？你没洗手，我都不想吃了。好吃吗？你刚捡过垃圾，好不好？哎，来。不是他就配好了。嗯，他就配好了。嗯，不行，还要给人割一颗。不要了，你吃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干什么？你看，文哥刚刚捡的垃圾，他把这里垃圾捡完了，然后也没洗手就开吃了。吃好了，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。哇，这边下去呢是有一个大洞。里面还是黑漆漆的，就代表这个洞应该还挺深的。哎呀，有块平地了。看一下这些野洞，不知道会不会突然从某一个野洞里面冒出一只狼啊、老虎啊？咦，那我们就完蛋了。哇塞，水泥。看我们在这个洞里面发现了什么，这有一个灶，这是绝对人工修砌的。水泥的话倒不像，不是水泥，但是它这个石头
之前应该是用什么锅给扣上，形成这样的。在这个洞里面都没有人，然后发现了这个灶坑，看来是之前有人在这里面居住过，会是野人吗？我现在感觉到我们有一种在拍《盗墓笔记》的感觉了，比他们那个还要恐怖。他们那个灯光啊，至少还能看得清人，我们这个灯光都看不清人。不用带，这是正南方。发现了很多这种小洞穴岔路口。如果等一会儿我们找不到的话，就原路返回就行了。好大的风吹进来，哇，这些钟乳石，这才是正宗的没经过打造的。你看那些景区的钟乳石其实都是后期就是经过很多包装过后的。哟，这进入另外一个大洞了呀。对，方向是对的，我们的回到那个路的方向应该是右边往西北。哇塞，但是就是知道有路没。我们刚刚向那上面走去，然后也是死路，走不通的，就两条两边都封住的，现在只能原路返回，再找找其他的路。哎呀，反正就这样吧。真的不要把头撞的。哇塞，这些奇形怪状的风可是一直有的呀，就是方向不对。我们到那边就没风口。对，你们绕了一个圈嘛。深潭洞的穿越呢，到最后我们说是失败了。它里面很多岔路，然后两个大洞之间就是太黑了，特别特别深，往里面走了很多小路，就是发现都是断头路，没办法，找不到真正的那一条可以通向外面的路在哪里。如果说有杯足够的水和食物还有帐篷的话，可以放手去尝试一次，但身上装备不够多，因为我们准备的是一天的穿越，过去那边有客栈，哇，看我的背包，刚刚装的，好吧，放弃也是一种好事，因为如果直接走的话，说不定会碰到些什么，在这里面的心情呢，就是还会有一点点小的恐惧感，因为对前路的未知，从来没有探寻过这种原始的溶洞。虽然说这种感觉啊，给人很震惊，然后也很新奇，但一切都要以安全为主，有我，毕竟我还有两位队友，我得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有信心吧？谁让你拿相机了？谁拿相机我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顶过你，叫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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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相机，我太紧张了。我出洞口的时候在那边摔了一跤，刚刚他们俩嘲笑我第一次。这里有身材多少？看一下，那他标的就严重不对了。原来我们刚刚冲错了，刚刚那个根本就不是深潭洞，那是一个无名洞，深潭洞在这边呢，所以我们穿不出去。它这里面的水呢是属于挺深的，我们下不去，也没办法穿越了。刚刚那个洞穿的挺好的，刚刚那个洞你们玩的开心吗？开心。